吃喽。没有消息。夏雨晨晚安。喂。喂。没有，隔壁。哈？平面只轰到他了，好远哦。中欸，动，我喝水没品。因为我看到好，我的头发好像突然炸毛一样。我知道啊。
我、哦、很不敢吹笛子呢，我突然发现不要吹，不太能吹啊！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会没事？吹笛子吹到一半要直接滚掉，跟你那个旭山一样。对啊。这是普通的吗？什么普通的？这只是力战还是普通的？力战的啊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种大学靠下来我没事。没有，他有震到你，震到你。我帮你吹防御力啊，不要怕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刚才你有被震到，就那瞬间有算无敌时间。震到就无敌哦。啊，我为什么的锤子每次都会死？不知道、啊，我发现他那一招在发动之前会。稍微不知道为什么会震一下，那、啊、震一下就是不让你跑不是吗？不可能，他震不会无敌啊。对啊，可是我就发现那样会啊，我已经很好几次都是这样闪过了。嗯，没道理。我有受伤呢、啊，可是没有没有，那个受伤是还没他还没雷电还没有下来之前。我受了半格血呢。是吗？我看你那时候还有大概六几分之一哦，我看一下。五分之一吧，还是六分之一左右的血量，因为他有两次伤。不能接起来啊！你这样接起来，后面会整个爆掉，没有打到他哦。他怎么少人？我这只蜘蛛人比较烂，爬不到。一直放钩爪，我看酱油萝卜糕穷了几个人，哦，没，怎么了？啊，人家刚来啊！我想到他刚怎么还在，怎么现在不见了？想想不对，他不在我们这边，不在，不在是猎户。然后现在才发现他是不是有点大啊？为什么兜哥都兜不到、啊？没有吧，他不算大吧？没空讲话，没空，我这边啊。哦、yeah. 我这把笛子吹完防御力会到1100耶，你到多少？1085。那很高耶，那我觉得防什么多的。欸、好久、哦，四个指针呢？什么指针？二十分钟，打21分钟，有个久了。对啊。现在开赛亚人也来不及看了，看我多混。不行啊，没有我混，还敢贪心吹笛子啊？很想敲他，每次抽到就敲他一下。在跟教练讲话，哦、整条龙没挖到、哦。我不是战犯哦。我只差了800伤害而已。很容易800伤害。啊，打这只啊，差第一名800伤害。哦。结果第三名有没有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昨天晚上要去问那个，那谁节操配装怎样的，就看了一下。我、啊、靠，要怎么4点呢？剪片剪到
时间就这样过了。猛，不愧是夜班仔。大爷，我想说，可以早起去健身一下，下午继续开台。都在做梦，白天真的都在做梦。我睡到白天，白日梦。你可以用梦的梦见自己健身啊。有啊，然后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真的瘦了。哎呀，所有兽龙总在陆山虎的、啊，我没有。陆山虎的兽龙哦。啊，陆山虎的兽龙是不是只有暴那个、啊、恐暴？恐暴龙哦，恐哥啊，恐哥跟雷二啊。目标陆山虎，指定地陆山虎，雷狼是牙狼哦。牙龙，牙狼种，又多狼种，又多一个种。大家都很喜欢帮他们改。牙狼种，牙狼爱卡种，牙狼，猛牛龙是什么啊？兽兽，我四只脚在地上、哦。也有陆山虎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猛牛有陆山虎。应该打不了了吧？剩十分钟。对啊，不可能的啦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十分钟？我什么十分钟？我是十分钟去那个啦，阿米狗啊。哦，多少钱？一百三。对啊。再见啦，阿米狗。再见。嗯，我至少还是可以玩蒸汽机。嗯，他都不打了。跑去玩蒸汽机了吧？对啊，蒸汽机。好鸡巴！拔拔草，就去隔壁。
跟拜冲北，拜。我才知道有人说增加巨魔之地等级最快的方法、欸。嗯，拿陷阱去砸魔物吗？不是，有更快的。对啊。嗯。就是比如说，我今天要冲荒地嘛，啊，但是比如说，HTT 你不冲荒地，但你荒地等级一，对不对？那就拼命交荒地的那个魔物出来，啊，我们家的经验是类似，因为他感觉他是算趴数的，他是算那个帮主等级一的那个趴数在加，比如说一到四等都是加个20%好了，那5到7等是加5%这样子，可是如果我进去的话，一样是加20%。我现在是要5升6，所以我照理说是升5%嘛。可是你房主是一级荒地，我去打的话一样是加20%。哦。类似这种。所以就等于我把我的荒地锁一等，然后我开叫荒地跟你打。哼。哎呦。他是说有房主是一等要去练啊。可能就你也要刚好要练。锁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哦，所以不能锁，要一起练。嗯，看到的消息是这样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啊，用陷阱是身上最多也只有2个陷阱啊，4个陷阱，嗯，3个陷阱。哇，承接任务失败是什么鬼？我自己接的，我还不给接，酷啊！哎、欸，我他不给我接任务、欸，哎，我的天！你怎么了？这个机会说怪怪的、欸，哎、啊，我等待触发卡好久。哎、欸，我触发了，触发了，拔草了，触发了，那会不会我能接？我可以接嘞，刚集会所是不是挂了、啊？对啊，我刚才就出不来啊。傻小啦，引领兵临瑞花是干嘛啦？一直举手这样子吗？一直挖，狂挖，疯狂兵瑞花。哇，看来我连活动任务都接不了了。刚刚那个卡太久了。对啊。来啦。来。地图选择，想怎么那么安静、啊？多了一个完全英文的地图、欸，也不知道谁。嗯，哦，所以有多一张地图吗？淘汰赛是什么啊？等一下用用看好了，可以来试试。等一下来试试。开台，开台，哎呀，哎呀，开台。嗯。
我一跳出去就没声音。重开机一下。好。等你。后后，我发现我竟然没安装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它有点大哦。还有5分钟，五分钟。一下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拉塞一下。我先开台。我可以先开台混一下。混。混。混欸、对啦，混啦。在那边混呢、欸。对呀、啊。我怎么找不到那个招式？好。啊，对啦，这个是有神选证才能开台的，对，不是才能那个开房的啦，想起来了，真的吗？那种对对对对，还是谁开的 ？NA 对，因为他有什么 NAT 什么鬼的啊？对对对对，那要找啊，嘿，所以我只能加别人的啊，我先到主画面，四五六啊，如果真的大家连不到，我们还可以继续玩虫虫啊。也是可以啊，对啊，欸、可是我啊，那只是就变成你们要换等我安装了，我没安装，那个很快，很快，那个超快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那可以啊，就备案，备案。嗯，安安，大家安安，早安。记得上次是杰瑞开的，这次看杰瑞，哎、欸，不是杰瑞今天有玩吗？今天绝对没有玩。嗯、我的外套出镜了。我们要寻找天选之人，寻找神选，对，天选之人。外套出镜了，外套你走开。感觉小雨不行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换，我应该不行。我后来我现在没有固定 IP。好，对，我也不是固定。怎么办？先没有，等下我们每个人按游戏自定义游戏，然后去看一下啊。我跟雨月跟哈基是不用试，因为我们一定是不行。我们有什么按游戏哪里啊？然后自定啊，还在安装。对，他不是直接邀请朋友哦。是吗？我你看他右上角有一个邀请朋友啊。我看一下啊、喔。好，是可以。哎、欸，我们之前有邀，我们之前不是自己创大厅吗？你不是邀邀看啊？我加，我加进去了吗？加，应该吧？我哦，听到德伦的声音。我加了，所以他还是有优化的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要怕，这个就不知道了。不要怕。二月看到我时间有点少，没有吧？我五天开了三天，算多吧？哇，为什么？他们可能跟你以前每天开比吧？哦，偷懒、哦。我只是昨天不小心睡过头而已啊。这个小孩哦，九点多了、啊，算了，不要开了。十点半还要录影，算了算了，不开了。哎、欸，所以现在进来到帮派里了是谁？有些人没换头贴，看不出来。他那个哈，哦，看到了哦，没事，我点就看得出来了。我是一只羊，嗯，我看一下我能够改吗？我能够改吗？我从哪边改到这里？应该有一些头贴可以改吧？有一些。我是一只羊，你是一只羊，哦，你是烟斗。我要钱钱，我是钱。钱钱我要换。Money money money。那我要换。大家头像都一样不是吗？没有可以换，你点你的头像进去。头像都差不多不是吗？我只剩烟斗羊跟钱可以按诶、欸。我有荡妇。有，我刚刚有看到那个荡妇，所以我选。我现在是荡妇头像。对啊，又是荡妇，团荡妇。不要，我要再换，有人跟我一样。你看，对吧？快没得换了。好啦，有我还有玫瑰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玫瑰耶、欸。嗯。啊，我有小丑。还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星星，星星，只是天上的那个还是地上的那个？哦，这个那个还是会扑通扑通的那个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啊？好酷哦！我没有那个，进来了。我还有魔物猎人的时钟啊！还蛮像的，哦，原来那是魔物猎人时钟吗？我刚刚看不懂那是什么。嗯，圣小姨，他很香，你不快了快了，我还有两分钟。哎，对，又满了。有人邀哈基吗？哦、他说他进来了，他不刚了。哦，有哦。啊，我邀哈基是荡妇图，对。哦，原来那个是差点讲说哈基是。想讲什么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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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差点讲出来，但没讲出来。那可能会变成团哈哦。我要全都养啊，看不出来是谁。好，那你养好了。我就把他给养。对，养。没，羚羊问号，三只羊，好像打喷嚏啊！你可以打，没人阻止。打不出来，打不出来，叫你隔壁的帮你打一下。羊羊不叫，所以我们剩小雨还没进来。
哇！等他小雨哦，对不起啦，哦、我以为我有安装啊，我怎么知道？结果回头一看，他还没有安装好，因为通常游戏我都不会解除安装啊。你可能容量那个时候刚好容量太小了，有可能。对啊，结果殊不知居然没安装，居然没安装，没，还好。伪装的接龙，看一下。然后等下安装完，发现我安装错游戏。就是你原本的已经有了，有没有？太累了，没有啦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95%了。啊，我没有这款游戏。好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把它退款了。你看，我们当初是免费吧？不是免费一起拿的吗？真的吗？它好像有限免，对，它是限免的。哦，好像是限免收的。嗯，哎、欸，对，那如果限免的游戏，我们现在给它退款，这样可以赚钱吗？但不行啊，不行吧？那当然是看你的。试过，你时间也过，这两年前我们两年前拿的耶。我意思说，因为通常要。退钱不是要两个小时内嘛？那我们假设领了限免的一些游戏、但是我们都没玩过，直接退款，那这样子不行啊，因为有折扣，他也是照是啊对啊，哦、因为你买折扣游戏，他也是退你的折扣价、啊、折扣的钱哦，好可惜哦，原本想要赚钱的，怎么可能啊？赚这个怎么赚呢、啊？那我就把一堆那个乐高的游戏领完免费都拿去退款了，对，领完然后再拿去退款，超累。这样赚钱也太累了吧！那种佛系赚啊，就是啊，有限免的领一下，对。有了有了，可以邀我了。好。等一下，我的 Steam 是不是又下线？Steam 为什么每天都在下线？有我上线了。那有时候系统更新就会把你下线。超怪。嗯。哦，现在还是我不会用那个聊天室哦。啊，看到了。公爵夫人，进行游戏。哎，那这样子我们就直接去快速游戏就好了。这样子就用别人的伺服器有没有？我们就不用自己开了。哎呦，好像很有道理。就是我们要去杀路人，就是啊。来就跟路人打爆。我觉得对，会被打爆。我们先查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查狩猎就好了。先找看看有没有。啊不要跟我说我们找不到人哦。对啊，这个游戏两年前都没有更新。等下就你就看到线上玩家六名。天哪！哇！有哎、欸，有有啊有啊！我进去了。哎、欸，看到一些人不见了。不见，我还在原地耶、欸。全都不见了。你自己玩啊？没有不见了。没有带好。哇！你自己去玩游戏。自己玩游戏来了。母鸡妈妈，你的小鸡没有跟上。小鸡都掉在路上了。可是我看到右上角有一些人在、欸，好神奇、喔。我在，我不在，是不是啊？但好了，那我们到那个主菜单，我知道了。主菜单退出。好像要重组是不是？嗯，啊、要重组，不然换那个好了，换、先换小雨幺幺看看你创一下，看会不会是那个严格？有，哈基跟雨燕是不用试的，因为我们三个都一样的网络。对对，啊，我刚刚看的是严格，所以不可能可以的。一二三四加五个，还有一个是不是？还有一个谁没进来？看你漏掉谁？我没有。喵好，我要你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没有看到跳通知哎、欸。第二页、哎，第二页，第二页、哦，你看看。当烟斗。第一个是团团嘛？你看一下聊天的第二页。有了有了，他进来了，进来了进来了。哦，我是说那个啦，那个德仁的邀请。哦。创建。私人游戏，嗯，要不用打吧？哦，一定要打。嗯，阿米哥，行啊，我是中文输入。卡姆，你有反应了吗？你反应？我在正在开启。等他开完看看、啊，有吧？看到我开好了，你开好了？
你开好了？对啊，我开了。我还在一开始的画面呢。我也还在一开始的画面。哎、欸，小时候我看到你们在组队里呀、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欸、还是你就按开始的看看？嗨。哦、啊，没了没了，大家都不见了，不要紧张，不见了，不要紧张呀。你也是 NAT 严格咯。好像是我自己进游戏了啦，干嘛、啊？自己玩了，原来是一个人的游戏哦。那我们有办法加过去小雨那边的游戏吗？你去看看。好，不然我加入我没有哎、欸，我还看看。是要怎么按？去哪里、啊？可是我跳掉了。对啊，跳掉了。我重开一个，我重开一个。啊。是要按什么？快速游戏吗？加入游戏、啊。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字啊？自定义游戏。你要出去啊！你要 shift 出去。哎、欸、，shift 的 加 tab 吧。tab shift 啊，我懂你意思。哎嘿嘿。哎，你开了吗？我开了。加看看，加入。对啊，而且 NAT 严格。哇，你也是 NAT 严格。加入。对啊。不行。我也是按加入。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下繁星跟喵哈可以试了，如果都不行的话，我们就要换游戏。游戏对，好。等一下，虫虫哈基有没有？虫虫没有。你有虫虫？哈基没有。哦，那没办法。还是那个 Tower 好像也一年多没有玩了。Tower 那个我要看有没有装。就变到装啊，很卡的 Tower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哈基，你如果现在买虫的话会很尴尬，因为那个虫嘛700多块吧，很贵，它现在有点贵。它很贵。那个时候是特价，只有200-300吧。我觉得你等一下好了，那个虫呢，因为毕它就那样子，我觉得也不会到太长哦。对对对，好了，那不然换那个换喵哈试试看看。我要按什么玩游戏？自定义游戏是吗？哎、欸，你先创一个，然后我们接下看看。伺服器名称叫就是密码，他会看到吗？会，没差吧？没差，没差，没有人会买。这游戏刚刚搜也都是我们自己创，没人要玩，不狼狈啦，不狼啊！公共游戏、私人游戏、局网游戏，哈，公共游戏、伺服器端口，哈，伺服器名称，哈，啊，你是开到哪去？我不知道，他不是创建游戏吗？要选这些东西、啊。你自定义，然后。自定义游戏、创建游戏，然后伺服器名称跟密码调就好了。哦，好。我已经开始安装其他游戏了。对，我也。为什么不能打密码、啊？输入法。可是我只有打数字而已啊，而且名称已经打好了。Number 那个键没有按到。你的七上面有没有按到？七上面有亮。他写我七上面是公共游戏，是选这个吗？应该是选这个吧。不是，我是说你右边数字键盘上面七的上面那个按键。哦，有啊，因为那个我的名称我也懒了，我打6487，我已经打好，就往下不能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用复制贴上。你那个啦，不是公共游戏啦，你要私人游戏才可以打。你要私人游戏是不是啊？啊，地图啊，随便啦，先看能不能开好了。哇，还可以玩到七个人哦！你进去之后，上面看有个 NAT， 看你是什么。如果是严格的话，就不用试啊。嗯，严格 NAT， 那我还是这样。嗯，对，繁星也可以试一下，都可以试看看。寻找天选之人，真的是寻找天选之人。嗯，开始安装。我的聊天室开始狂喜，说公公没有密码了。真的哎，我也在开始安装 Tower 了。Tower 他那个是之前我们的奶瓶的那个吗？嗯，对，奶瓶的那个。对，我是不是也要来安装 Tower 啊？安装一下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讨论那个三中放弃了，大家先好了，当聊天台了。十二区有点大、啊。哦，还是现在有什么？别的 NAT 那个可以改是可以改，可是很麻烦，我记得，而且会很 对、啊、对，要一段时间。我麦快好了啦，都可以啊，你们有东西可以开哦。就可以玩那个地图啊，我那时候看到一个什么，你的跑酷我来盖，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？哦，我知道那个，我知道那个，可是就是跑酷，那可以分两队。嗯。可以试试看看。你说那个 NAT 是显示什么才不行啊？严格就不行。严格不是开放哎、欸。
好，哎呀，那你就可以了。我所以我是天选之人呐、啊，你是天选之人呢、欸，加进去看看。哦、哎，可以耶、欸，你是天选之人。好扯啊、哦！可以玩。哎呦，不用打游戏了。哎呦，那我要安装小安装。是你，我也取消安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都取消，大家都取消安装了啦。我直接先把它暂停下来。太多游戏，有人说是天选之猫。哦，我有新技能可以用哎，我要用用看。新技能？对啊。什么、啊？准备就绪。延迟曝光率增加。哦，好酷哦！我怎么多那么多东西啊？好像有加成，效果加成。对啊。装有了，我好了。伪装是什么？我也快看不懂了。那是什么？他多了一些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，完了，没有，他结束了。哦，他到这边在大厅会倒数。对，我猜完全忘记怎么玩了。等一下，开始了。为什么我头一直往上抬啊？不要啦，你的头控了。我要怎么离开这个地哦？离开了。对，为什么我视角一直往上啊？为什么？哎呦，同一楼。之前我玩的时候，这一款是很小的萤幕，现在我的画面好大一个。为什么？不要视角一直往上，为什么？那我们就要开始找视角往上的人哦。啊、这怎么玩、啊？我真忘记了。为什么视角一直往上？它上面有一个那个有一个。那个叫什么游标吗？你可以对那个去找你的猎物吧。哦，哈基，我已经整掉你了。我通过屁股。四脚一直往上，救命！四脚一直往上。啊、那个虚线是干嘛的？啊！谁？哪里有虚线？地上的虚线。地板的吧？地板虚线，你踩在上面，你可以隐藏。哎，有一个别人呢、欸，你没有看？